对罢韩联署，因为现在已经超过400,000份，那会不会呼吁韩市长就干脆自行请辞？我想现在是防疫期间呢，我们就专心把防疫的工作做好。对罢韩联署，因为现在已经超过400,000份，那会不会呼吁韩市长就干脆自行请辞？我想现在是防疫期间呢，我们就专心把防疫的工作做好。那其他的政治问题，我想呢，这个都是以后的一些事情，我们也无暇去理解或者是去谈论所谓的一些其他政治性的活动。